Hello， 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风叔叔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Slade Spire》。那这款游戏也叫做《杀戮尖塔》。那这款游戏其实还蛮有名的，它是一款就是罗赖类型的游戏。罗赖类型的游戏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每次都会随机生成，然后你可以一直破，然后死掉之后又再重新，然后只不过你有一些东西是可以累积的，比如说有可能是什么经验值啊，或者是金钱之类的，就是会一直重复。那但是随机性是这种类型最重要的元素。对，我不知道这样解释对不对，大概就是这样吧。Roguelike 类型，那这款游戏也是相当的出名啊，就是听说玩了之后会着迷。对，很多人都是会在闲暇的时候，比如说打个炉石啊，或者打个 LOL 的闲暇之中，然后就顺便刷个这个几场这款游戏。就很简单，然后又很容易上手，又非常的有趣。这也是一款那个卡牌游戏啊，那我们就进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呢。那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款游戏，就可以跟我一起研究。那如果你是有玩过的人，就尽量不要剧透，也不要说要怎么玩才强。对，我觉得就是轻松玩啊，然后看一下我怎么死的也是蛮有趣的。那就开始咯。标准模式，启程去杀戮这个尖塔。哇，杀戮啊，要把别人做成消波块吗？你的角色我就一只铁卫士，生命80，金币99，铁军团残留下的士兵要出卖自己灵魂，获得恶魔的力量，燃烧自己，在回合结束时回复6点生命值。哦哟，回合结束时也会回血狂战士的部分吗？我们启程哦。我怎么反而觉得那个面具很像是什么神奇的动漫角色？塔底。选择要开始的房间，完了吧？这好像我小时候在玩一些藏宝图游戏哦。我觉得啦，右边看起来比较有趣，很复杂。我们选左边，通过打出手中的牌来攻击敌人，每张牌都需要一定的能量才可以打出，但能量耗尽的时候结束你的回合，在你回合开始时会将会抽取新的牌并回复能量。OK。在敌人要攻击时，你打出防御系的牌会获得格挡，格挡可以降低所受到的伤害，而且会在你下一回合开始时消失，就是那个格挡会不见嘛。在你的回合当中啊，你可以在敌方的上方看见他的意图，然后如果敌人将要攻击你，可以别忘了攻击他一下。所以这是十回合后他会攻击的意思，对了。战斗开始，这是什么？毛毛虫是吗？尸虫，应该这样念吧。啊，我们就造成6点伤害，造成8点伤害啊！打啊，啊打！我们感觉打击感觉很普通。我只能用这个攻击啊。哦，气牌堆。OK， 那我一直揍啊！我站旁边来找啊，因为我觉得我的回合数应该还有很多。结束这回合，可以防御吗？结束，洗掉防御。哎、欸，哦，不是这样哦，每回可以打一个。哦 ，OK， 再一次，攻击，哦，暴击秒杀。能力牌腐化，所有的技能牌消化为零，所有技能打出后死被消耗。欸，我知道了，我们选哪一个？造成12点伤害能被多次升级，灼热攻击，获得2点力量，攻击会使你，哇哇哦哇哦哇哦！我记得先选燃烧好了，把我的武器给附魔。哦，药水。哦，好，那个完全没有看，我们走这个问号好不好？感觉很有趣。那这边是什么？精英怪不要，哎、欸，好吧，一般敌人，好，我们打问号，问号做起来。你钻进了一个小屋，里面有个锻造熔炉，旁边的铁匠工具都已经布满了灰尘，但炉中能燃熊熊燃烧，你觉得有点不安。被诅咒，但你手牌时啊，每打出一张牌就失去一点生命。哇哦，可是会得到一个超强的特别的遗物，哎，升级牌组中的一张牌。
要当一个贪婪的冒险者吗？弯曲铁钳升级。我们先稳扎稳打好，我们看第一天可以走多远哦。我这牌库中的牌有这些，获得两点力量，攻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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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觉得先升打击吧，打击变成九 ，OK。噔噔噔，好离开，没了，就这样。好，我们下一个地方。48滴血，这个敌人将进行强化。好，我们先六点打击，再打啊！最后一个回合，防御。如果这样浪费掉这个打击，呵呵。其实他在念咒啊，我干嘛防御？他在念咒啊，干嘛防御？防御！一滴牌打光了，如果你起码都会重新洗牌。OK， 痛击，揍你，揍爆你！我刚刚刚那一张牌是消费二啦，消费一啊，第一张牌消费二，对，我没有妥善利用我的法力点，没关系啊，我们也会二回血，超强的燃烧止血，不用担心，我们随便揍一下就是了。什么？这个是有快捷键可以很开心的直接打，失去三点血造成14点伤害，浴血术造成6点伤害，每个人有打击的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防御的，对不对？防御的，这是打击类型，这是卖血流的。不知道，先选这样。好，我觉得我要尝试用键盘控制，感觉应该会蛮有趣的。你走进了一条死路，正要回头时，四周突然有墙壁从天花板上哐啷的掉了下来。上单的你出现在墙壁，开始对你说：“忘记你所知道的，如果要说。”改变，我就让你看见新的道路。如果你想要来到这里，我就必须让你有所成长。我觉得变一张牌好不好？我觉得很好玩。我们把一张打击给换掉我们把一张防御给换掉。会是变成什么呢？变成了挖了发哦，排骨堆，我可以看。盛怒消耗两个火焰能量吗？消耗两个火焰能量？屁的，我没有获得，不大好获得这火焰能量有什么？我没有东西要花那个火焰能量啊。好，太棒了，离开。我们可以往回头路吗？不行。右边是商人，左边是问号，举手问号。这里是商人呢。Hello， 欢迎欢迎。我什么东西可以买啊？这钱，我左上角有129元，消耗所有手牌中非攻击的牌，造成6点伤害。哇，断魂好强哦。等等，一直有这个获得这个东西耶，不知道他干嘛的。左上角要消耗能量，花一点可以加两点能量。哦，所以这个获得是获得加能量就对了。可是将零费获得一点能量，可以更多的那个行动，这样的意思。我们玩一个放血流好不好？速不退玩。手牌就有这攻击小孩子才能打出，造成14点伤害。手牌只有攻击牌时才能打出。哇，这好凶哦！乱玩，离开，前进哦。休息时间，升级吧，没需要。我们来一个放血流。
噔噔，精英怪跟敌人，我们再打两次，再来挑战精英怪。然后我现在有点懂了，首先这个是零费嘛，零费我就可以直接拍。我看一下滑鼠能不能，我看一下那个键盘能不能用。一，可以，一一一一一，那有快速可以点到敌人的方法吗？弹，来放个鞋好了，放鞋，攻击就攻击牌子，可以吧？14点，哇哦，有够强，再来。秒杀，还没刚好。头锤造成一点伤害，将弃牌的一张放到牌堆顶部。哇，好多、哦，造成六点伤害，每一个打击的伤害加无影吐息。造成九点伤害加弃牌堆一个，哇了发。玩这个好了，不管了。左边聊天室可以移到旁边吗？挡住飞速了，好、哦，这样应该可以。好多好多尸虫啊！穷穷，哇，交锋没用了，因为我手牌只有攻击牌。嗯，还是这个也算攻击牌。我说还有非攻击的牌，拜拜穷穷，拜拜穷穷，哎，你有倒吗？防御，结束这回了。攻击，我看一下啊、哦，有机会一击毙命吗？感觉不太行。防御六点，噔噔，获得两点力量。没死，没死！哇，哎、欸，超强哎、欸，回 PP， 一伤是有一伤效果的重攻击受到50%的伤害。对，他这个是被我弄晕了、啊。嗯，结束，这个不能做事。这个是刚刚是晕的吗？没有啊，他没有晕。哦，他是想要放吐司。满满之攻击，拜拜拜拜，二刀流，哎、欸，圣怒好强哦，火焰格挡，哎、欸，火焰护盾好强哦，血债血还，在你每次攻击时失去能量，就会消耗这个减一，造成。就是要在手牌，然后被打减血之后，他就会消费减一。我们玩个火焰混沌哈，感觉很有趣。Go go， 很耐猜爆。当然我第一次玩啊。精致折扇，一回合打出三张的攻击牌，获得四点的格挡。哇哦！哦，如果一回合连打三张攻击，就可以直接获得格挡。哦。太强了吧！这是什么东西？不用啊，不休息啊。就走到终点吗？在形状不同的巨石间，你看到一尊做工精细的翅膀形状的蓝色雕像。你可以看见雕像裂缝有金币掉出来，或许里面还有更多。祈祷为什么要移出一张牌？不懂。
摧毁获得钱，太爽啦，好多钱。大恶虫来加工，我想试试手牌多久的攻击牌。没有没有，还有火焰护盾，所以说我可以先打火焰护盾之后用攻击牌，哇哦 combo， 然后我可以火焰护盾扛起来，对吧？然后他给烫他，来啊打我啊笨蛋！三张攻击牌的话，我就可以用这个。来，我们叠叠看哦，一次暴击，也没暴击。啊，没暴击。那我们先盛怒过一下，三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结束。叮，移到右上可能会更好。好、哦，攻击，攻击，好，放弃，放着。啊，我应该先打异伤，然后可以打真伤。嗯，打错了，粘异消耗，哇，被粘到了。拜拜，再生药水，金币，加一张手牌。格挡，这里回合结束时获得三点格挡，主要造成是给予两成的虚弱。金刚臂，我觉得这边我都还好，不要拿太多牌好了，略过。哇，这个是大最后大 boss 吗？还是怎么回事？这边我可以走打这边，然后休息休息，或者是打打休息。不知道什么，哇、wow ！真菌兽，哎、欸，它是寄生死老鼠，然后是一只香菇。一伤，攻击，十八，十，对不起，我没有算 BP。香菇打好痛，我就要死掉了。如果休息的话，我会回多少钱？我蛮好奇的。嗯，来，火焰护盾，扛起来。有盛怒哎、欸，有攻击，有偷锤，哇！拜拜。欸，我可以直接打会溢出吗？我试试看好不好？会变成四吗？还是会试试看？还是三 ？OK。烧掉一点 PP， 反正我还是可以全部打光。把一张牌放到最顶，等于说我真的可以再拿一张。欸，拿这个九宫。拜拜。飞身踢头锤，天雷地动。若敌人有异伤状态的话，你就会获得、哦。我觉得这个不错，叠这个能量，我就走一个能量流啊，准备乱打。看到问号就点问号，对啊，超爱问号。好，九点。六点，哎、欸，更，是这样，他扛住了吗？还是怎样？好，我成功了，触发这个折伤的效果、欸，快速结束是一，好，
痛击。好，对不起，我整僵了，发呆。有啦，我有看到卷身啦，只是我在想，他是可以破的吗？我第二次要打的时候有点犹豫。欸，他有异伤，欸，他有异伤状态对吧？有。欸，好爽哦，我可以先揍他，然后用飞身踢。欸，他死掉了。好吧。我没想到他那么的不耐打。盛怒。火焰护盾。扛起来。死！这是什么意思？哦，我可以喝，打的时候可以喝，对吧？欸，继续玩交锋哦，这张好像有点强。太好了，呀哒！嗨嗨，琉璃，看我的绝技闹宝，拜拜！不会啊，这很简单的，我们可以一点一点慢慢摸索。来，我们首先这边就可以先用，我们可以先痛击，然后用这个飞身踢可以 combo 痛击，可以回一点能量，然后并且抽一张牌过一张牌。对，然后接着的话，最后一个啊，欸，其实我应该可以先打燃烧的。欸，可以吗？多一点，我可以打满三次的攻击，打满三次的攻击可以拿一个护盾，然后触发这个金质折扇的效果。其实这是什么时候用啊？这是什么时候可以吃？获得无成再生是干嘛的？回合结束时回复五点生命值，然后加生数点。哇，酷哦！那这边就是，真的哦，攻击，应该直接交锋吧？欸，不行，要先火焰护盾。火焰护盾，交锋，够他，结束。哼哼，被我烫到了齁。我觉得我要约会了，然后打这张，愤怒再回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事。攻击！哦，连翼。林毅来卡我手牌呢？哎，不管了，反正我的如果没有防御的话，也是会被打三点以上嘛。那倒不如就这样，耸肩无视，获得八点格挡。你这个嘲讽真的可以吗？天雷地动，我觉得先打这个，我需要更多异伤，走一个异伤流派。休息或锻造哦。回复你的最大生命值 30%， 所以会回复24点血，其实看起来没有很划算，锻造了。我想要升这个，欸，我觉得这个很强，飞身踢造成八点伤害。算了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圣怒，
震怒加啊，这个有差哦，一费变成零费，好生气哦。哎，圣诺好像不错，可以做 combo 啊，不管随便加，叮叮叮叮叮，来打大 boss 了，哦，240血，这个他在这个回合进行格挡，受到三点伤后会变成防御形态，怕爆。那我们就先用痛击打击结束，摧毁摧毁摧毁，真的吗？下回合要攻击，攻击造成32点伤害，哇，多血给你看，心态短的是会短的，我要揍他，还有异伤状态，我这个 T 会立即回，对不对？踢完就回，然后抽一张牌，哎，不错，再来，我形态转变了，他被我打到龟缩起来了，打出攻击以后还会伤害三点伤害，完了吧？等等，他打出攻击以后会失去三点伤害，那我要干嘛？我跟你跟他对拼吗？感觉就不行。先防御，揍他，应该会挡掉吧？对对，会挡掉。但其实这边的圣怒跟这个都打掉，其实没什么太大意义。我们结束这回合吧。还是他等会跳起来打我。喂喂，一颗球也可以哦。好痛啊！不管，我要卖血了，跟他拼了。放血，放血，御血术。头锤拿一张放上来吗？来御血术攻击，就是这回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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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这样会死哦，不应该这样玩。震怒，浴血术，然后火焰护盾，还行吧。哎呦，我超坦，不行啊，他这个形态好讨厌啊！还没开始，还没开始，还行。他现在有异伤吗？没有。防御，然后打起来的话会是打16点。那如果我是打攻击加飞身踢的话是18点，那就攻击飞身踢啊，攻击飞身踢防御结束这回了，喝药水看看哦，乱喝，先打防御扛住了，你觉得我要硬敲吗？好痛哦！可是我敲满攻击就可以打一个护盾，真的他会打9点伤害吗？应该不会死啊，看一下啊。等他打9点伤害，应该不会死。好，行，还活着。那我们就是
欸，火焰护盾没收到一次攻击。欸，火焰护盾可以打他，然后那个反弹还可以反弹他吗？应该是不行。我觉得是这样。然后最后就送他那个打击线，请他下去。口水 ，win 了。也难不动，获得30点格挡，每消耗一张牌就抽一张牌，哇，好猛哦！消耗所有手牌，然后每张被消耗牌造成7点伤害，好了吧？是打人吗？是打人用的，玩这个好了啊！获得7点30点格挡，这个也补血。安。我在乱拿，选择一件遗物，当你失去一点生命值时，会抽一张牌，好酷哦！可是我觉得我要把牌清掉，不一定要拿。因为被打败时会多一张的遗物。新盘拾起时会选择三张牌进行变换，然后将这些牌升级。哎，我玩这个好了，新盘。三张牌让它变成变化吗？玩交锋，然后飞身踢，加上我们的火焰护盾，还是这个还可以升上勾拳。哎，等等，我还没决定哎。哇，我不知道拿到什么东西，看一下啊。第二阶段城市还蛮好玩哎。我刚才选的什么东西？我刚换的什么东西？拿到一个死亡收割，暗勾拳可以虚弱，给2层异伤。哦，强！2层异伤的意思就是两回合嘛。遗物我都不拿的，为什么不拿遗物会怎样？消耗就不见了。对 ，OK， 我知道，就是这一回合当中，这一闪当中拿完，它就不见了。对所有的敌人造成5点伤害，会被格挡的伤害将会回复你的生命。哇，这个好不酷，好酷啊！好啦，不管了，从哪边开始啊？我们来打打看精英怪哦，没有打过，有没有机会啊？你看哦，两边右边有一只精英怪，我这边还可以这边跑，然后打继续打精英怪，狂打精英怪。一路打过去，这什么东西？免疫3次的负面效果，太扯了吧！攻击！好，我刚刚一起发呆。啊，他护盾超大格哎！不管，全部打光。痛击。头锤，真的直接拿一张什么交锋，哇，超强！我是要母汤啦，造成10点攻击2次。我看我一直防御点好，欸，可是我那个防御好烂哦，才3点。那我然后我又放血，自己又扣血，好吧，我觉得不该这样打。不管了，死！好痛哦，怎么那么痛？随机对敌人造成3点
单点伤害三次。这款游戏叫做《杀戮尖塔》哦，凹攻击耶！我跟那个可以开野蓝不动哦。我们先五点，这是要对所有敌人才强。我想一下哦。啊！扛住 ，OK， 好像有点浪费。他想，他要施予我一个强大的负面效果。没关系，我不怕。格挡，放血。哎，放血是扣血，不会扣盾。好哦。浴血术打击，手牌打光，防御，挣扎吧。节奏是三回，每打出一张非攻击牌，将一个眩晕其他牌堆中。不行，我觉得我要多配一些吸血来抢。他真的会给我施加十点的负面效果，而且造成十点伤害，防御。无法打出什么意思？我刚刚是有吗？刚刚是有达成吗？有打到吗？啊、不管了。扛住了，扛住了，扛住了。27点伤害太扯了吧！你无法打出虚无。我想一下哦，13点加6点，他不会死；13点加8点，有机会靠暴击，但是我会吃伤害。获得12点的格挡可以挡下伤害，所以说我这边这一回应该是要做要扛。就我快要被打死了 ，Ben， 我的手牌，攻击的伤害减少25%，啥回啊？叠伤。头锤，哼，还行还行还行，我还活着。在你的回合结束时，你失去1点生命，就对所有伤害，不要吧。欸，我总觉得这个招风要越强了。每消耗一张牌后的4点格挡，这个不错哦。我现在有办法可以把不要的东西打掉吗？不卖掉吗？移除掉？还是我一定要遇到什么事件才能弄掉？很像是，感觉我要把一些牌弄掉，废牌现在比较难。甲壳寄生怪，它将进行进化，它要进行攻击2次，造成6点，2次。我觉得我要先打完旁边那只老鼠。秒掉。结束。哇，好痛哦！
第一层遇到两次移除事件，我那时候是想说能不能自己丢。为什么我要选一血树啊？我觉得我一下就会死掉啊，而且一血树还不会卖护盾，你知道吗？攻击，也难不动。King， 扛住啊！换我了，换我了。每消耗一张牌或者四点格挡，他真的会打六点两次嘛？来。我们要拿交锋，不知道交锋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啊，对对，两次。上弓卷，可以吧？九点，这样剩下四点，我剩十六点，对不对？哈哈哈 ！Q 狼哦 ，Q 狼哦，攻击。哎、欸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不是攻击牌？十六点完美扛住，扛住，烧起来，烧起来！死应该会从最一开始开始吧，我是这样觉得啦。我要不趁现在吸一下？啊，他会格挡。先放这个，吸一下，然后浴血术。欸、不行 ，PP 不够。可他等等会打十点发，就最好做法应该是打防御，然后打浴血术，为了打交锋。坚固药水，获得一个人工制品。半高拳、交锋、金刚臂。我觉得要继续选交锋。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去挑战精英王了、欸，我们看一下问号好不好？拼一下，看有什么，不要再打怪了。你想要从一个披着斗篷的人旁边偷偷前行过去，其中一个跑到你的面前，你能给我点什么吗，朋友？求求你了，一点小钱就好，我只是。我只是需要找个地方过夜，我身上有财宝可以交换，那看起来有点疯疯癫癫的，似乎并不危险。抢他吗？获得一件遗物哦，给他钱。好，钱那么多啊，给你啊。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来来，给你公平交易。他给我什么东西？外卡钱，在你回合开始时不再失去所有格挡，去失去15点格挡。啊啊啊！不懂。在一条昏暗的街上，你遇到几个戴着兜帽的人在进行某种暗黑仪式。
当你靠近的时候，他们全部都转向你，让你觉得十分的诡异。其中一个个子最高的微微一笑，露出长长的尖牙，向你伸出了一只苍白而瘦长的手。加入我们兄弟，一起感受高塔的温度吧，温暖啊！一直说打击的牌，还会失血，白痴哦！失去24点血，白痴哦！后退一步，好吧。啊，那是最大生命哦哦。你的坚硬不动变成神器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所以盾可以留到下一回合的意思吗？是这样的意思哦。睡觉。欸，所以我刚刚应该要卖血才对，反正我最大值也弄不到了。哇！一个要打8点，一个要打12点，怎么玩呢？先打法师，啊，再干嘛？浪费了，反正没关系。头痛。超痛，我是不是要死掉了？天雷！啊的嘣！他死掉了，他防御欸，是吧？哦，15点。先虚弱他，他攻击会变低，然后头锤他，然后可以拿一张牌起来，让他交锋，不管，这样12点，我现在也要死了，我要死掉了，感觉差不多了，不要啦，对我有点信心啊，得当。我觉得放血很雷，我把放血弄掉。放血，我们再扛住，不行，扛住。也难不动，然后我就可以打交锋了，棒哦！我看一下，先是打哪一个？可以，我还活着。我要放，我要用这个死亡收割奶，这样用交锋，有有有，我稍微还偷了一点血量，是不是？开始会玩了哦。每次失去生命值之后就减一秒，抱着照着8点伤害，本次没打出一张就伤害增加5，哇哦，不错哎，一直打就一直有伤害。获得五点格挡，格挡。哎，那这样的牌会算是攻击牌吗？哎，它是不是有一些提示？就是看这个颜色可以知道是攻击牌。哦，它写攻击就是攻击牌。那这个灰色跟蓝色什么意思？我觉得我要靠格挡了，哎，靠格挡，选这个。你继续睡觉吗？谁家啊？我觉得我死了就可以关台了。来，再来，开宝箱。
紫蛙所有意象的状态敌人受到70%增加70%废物是吧？哇哦，这不是我的异伤流派最强的配置吗？睡觉，好爽哦！我快要回精怪。这是什么？受到攻击时就获得一点，哇，好气，好气！来，防御，天打天雷，然后接着的话，秒掉。九点，应该还行。交锋，交锋。集合是什么东西？哈？生气的哦，我生气的哦。我觉得我这回直接扛住好了。也难不动，史上最硬。我是要先杀哥布林队长啊！可恶，十二乘三欸，我的发，我痛，先打这个无畏疼痛死亡电击，然后交锋。问号问号问号，不知道他干嘛，还要加盾了，又在集合了。哎，等等等等，我以为我留一只他不会叫，他越叫越多是什么概念？跟这个哥布林队长，跟这是哥布林队长会太智障啊！不要这样、啊。擒贼先擒王，不管剩下我用扛的了、欸。不过这只好智障哦，它只有一只防御，迟钝地精。我没有在练等啊，他们怎么全部加工了？我又要到底又看了什么？嗯，可以，我觉得有机会哦。我用最强的攻击一次把它秒掉，三公拳，拜拜。救队啊！救命啊！哇！你拿到一个什么冠军腰带？当你给予御伤时，同意给一层的虚弱。哇！这个根本就是我的神器啊！品种精灵不可使用，但你快要被杀死时会回复。太强了吧！虚无是什么？这个回合结束时能拿在手上，它就被消耗。
顺劈斩。我觉得这种 AOE 手段很像打地精，很好用哎、欸，我是要多选一点 AOE 啊。等，咻！他就会被消失了，怕爆！这怎么各种防御啊？你们，而且我还不能做什么事。我只能硬敲哎、欸！我、哦、这回拿的好烂哦！我在干嘛？好烂哦！好烂哦！我不知道干嘛。火焰屏障！嘎！这不是我最……这不是我觉得我最难打的敌人吗？好痛哦！好痛哦！啊，等他打20点呢，我的发！哎、欸，为什么不先加？啊，打错啦！哎、欸，这个加攻是会提升多少回合？两回合。不要再塞牌啦！这东西好难打哦，比孤立王还难打。这有错觉吗？我觉得他超强哎、欸。拿一张起来，嗯，拿晕眩。那蔚蓝不动好了，呀、yeah. ，那交锋，我就是要一直交锋，交到爽。看一下哦，隔挡四点而已，啊，六点。哎呦，可以完美打完哦。只顾又要再扣12点了，爸，哇，终于！继续选交锋，结束获得2点力量，你的回合结束失去2点力量。我一张牌一张牌顶放在底铺，小号。我们先选个问号，在前面是一个早已被遗忘的神子的祭坛，而祭坛上方是一个双手。伸出精致女性雕像，还呼唤着你，要你献上奉品。没有，我没有这个东西。获得5点最大生命值，失去20点的那个被诅咒。屁嘞，这个屁嘞，等等。啊！这出现了吗？浮球也感觉超烂的、啊，神血超智障啊！我要怎么打、啊？神血我接下来要怎么打？这怎么办？这两颗都是要我死啊！
这个是邪神像吧？什么女神像？难怪没人祭奉，难怪没人供奉。如果是扣最大生命值，我觉得还好。他是直接扣我20滴血。我觉得腐朽哎。啊，好惨！这是什么邪教徒？一开始拿到腐朽，还要干嘛？要进行强化？哦，顺劈斩，不错不错。结束。在干嘛？念咒。啊！6.6.6.6.8，一次秒掉全部，真的、哦？哎，秒不掉吗？刚好，还行啊，还行还行，就扣3点嘛，24点，嗯。死亡收割，我看一下哦。他有异伤吗？没有。我觉得我先打上勾拳，然后圣怒，死亡收割，奶回来，超爽的剪刀。然后这个应该可以秒啊。哎，不行吗？他怎么不帮我算啊？其他有扣，嗯，看看这个，他有浪费一招，哎，还行，至少我刚才有吸起来就不错了。呀，开神啦、啊！还要交锋吗？还要继续交锋下去吗？追加断招，哎呀，断招了啦，生气了啦！念这个好了，我得40点，好像感觉加还好。念这个，火焰护盾，啊，我觉得要靠火焰护盾了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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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！打 boss 啦！哥，这个是一开始一定会拿到腐朽吗？我好好奇哦，是这样吗？可能他打我那个伤害是怎么回事？再拿这个。不会，我觉得我打得赢哦，我没有信心。哦，对不起，我要先放这个。交锋，交锋，打脸！哇，我一伤了。爸，我刚才喝一个东西呢，我刚才先喝的，白痴。我丢！打击，交锋，哎，屁嘞，他太痛了吧！我刚不是都扛了吗？我刚都硬扛了哎、欸。啊，这回好衰哦！他名叫放负面效果，我却拿到一个盾。你管这叫武器？你给我弄什么？啊！我想要死掉了。
每消耗一张牌，感觉可以哦。天雷勾动地火，盛怒，电他，是什么手势？我觉得啦，就拼了命的揍就对了。还行还行，我还扛住了。叫风，叫风。你惹火我了，西内，24×2是杀回，杀回。我觉得我稳死啊，所以我倒不如做最高伤害。来呀、啊！就嘣！我没有喝吗？我刚不是有水呢？还是我刚已经用掉了？我刚没有喝吗？他不是会自动喝吗？啊，来两下我哦，我是复活甲瞬间被打死哦，看来我第一天的旅程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好惨哦，最终死于这个。你们觉得我这样第一次打到这算不错吗？我觉得稍微有点懂了，就牌组的构筑还蛮重要的。像我有些东西都觉得超烂，像这个燃烧。他是不是只有两回合啊？有点烂，偏烂。然后护盾没有想中好用，因为护盾就等于说是一个暂时的血量。新角色，这是谁？极尽猎手，来自雾霾之地的致命女猎人，只用匕首和剧毒来消灭敌人。哇哦，感觉不错哦。今天晚上的 Slayer Spear。就先玩到这边了，杀戮尖塔就先玩到这边了。如果喜欢我的直播的话，点下订阅，在订阅旁边有个铃铛，可以追踪最新的影片动态咯。那就是这样啦，大家玩咯，拜拜。